他穿越遥远时空而来，是一个古老不足无声的言语，承载一种神秘的文明。他亲近生活，实现物尽其用的美与价值。如果没有他，白马人的历史将少缺一半鲜活的佐证。一顶白马毡帽，是上百次的反复推敲，也是一个人的披星戴月。每一道工序都只能信赖手工。做一顶那个好的帽子，要必须要选那个比较白的羊毛。这是一场情与力的交织。这个羊毛它那个很均匀地铺到那个竹把上，竹把上卷起来，卷起来叫那种梭梭捆起。水不一定很开，必须达到80度左右，看到要开的那个样子，反复拧，反复干，反复拧，反复干，才能成那个真心的一个羊毛毡。干的时候随时都是手上起泡。木柄定型的时候，用石头打成千上万次，它才成帽子这个形状。这个折子，它一般都是弄24个折子，20个折子它代表24个节气，希望就是每天都是吉祥啊、顺利的意思。这个帽子的灵魂它在于这个羽毛，因为这个羽毛在我们这个民族印象里，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图腾样的。在很久以前，一只白鸡公在无意中救了我们民族的这个命，没能灭族，所以说我们就纪念这个鸡公。族群的记忆和情感为杨海军滋生出生生不息的动力，在平武的广阔天地间，他用双手的温柔守一间工房，护一种传承，传扬白马人的坚韧和力量。